OK， 我们来一首《死亡》，打出十招的伤害路人，一个队友是可以啦，我觉得是可以，因为有眼球给天降啊，二小啊，还有紫佩啦，有小妹豆子用紫给的长珠神伤，这个只是要看那个死亡队长打出那个十招出来罢了。其他的就是帮忙打出那个就是跑出去啦、哦、OK， 我的那个玩法是这样子，人間にだって先開掉，もっともっと大きな厄介様。然後我們死亡是最重要的，那個時間要跟他死掉先，因為還要開演習的那個 DK。 OK， 現在我們這邊開 DK， 然後最後是演習，就是他呢，這時候哦啊來了，我们要看那个反面先，先看一下星珠，因为我觉得水珠拉一粒就 OK 了。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哦，够哦。给、OK, 看一下，七粒，一二三四，哦 ，OK， 这样子我可以拉角色珠。就是啊呢，这样子拉下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嗯 ，OK。然后转版面出来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大家看眼球给力啊！哦哟，这天将好像有问题哦。哇塞，三次！OK， 十三。哇，老魏应该可以刮这轮。Time break！ 哦哟，过了。稳了稳了，哇老喂，这样都能破两二十兆哦，哎。